这个人还是他的第一集的第一个是来报道的我的关系。各位嘉宾还有我们大家，我请我们这个新北社大的这个副校长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不是因为这个光里面的这个邀请的这个这个说明自己的故事，不是在第一次，而是要我来做一个专题。那我刚刚专题呢，刚刚有跟这个报道的人呢，就帮我们介绍了。那我想呢，因为本来说要10分钟来做专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大概我说了5分钟了，我再重点讲出来啊。那刚刚这个主题呢，是农业透过 ESG 反转气候变迁。哇，这个有这么有能耐吗？有，我蹲了14年，我2018年开始研发土壤改良，2015年研发处理的预售技能。2016年开始做专利的普及，2020年到2021年去做了 ISO 14851的碳汇的方法论，所以呢，我全部都准备好了之后呢，2023年的1月1号，欧盟西贝开始规定，所有的这个排碳的都要来课税。那课税呢？大家都慌慌张张的，那怎么办？那只好呢去买农那个森林碳汇啊。但是他没有注意到，你要买的是还是农业碳汇？森林碳汇呢？它是吸收2氧化碳，它主要是吸收2氧化碳，然后让它长高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报道呢，监管的有一个报道，那这个如果大家都去买那个森林碳汇的话，那不是抢我的粮食吗？因为那个森林的地很大，对。那许多事情已经帮你研发好了，就靠这个两公斤的玉米，我们就辅导农民，他的土壤改良，不要撒农药，不要化肥，然后呢，他种出很好的优质的这个农作物和农作物，然后他就很高兴啊。但是土壤下面的碳汇，我已经算好了，这一包2公斤，你只要放在土壤里面，它是固碳的，有多少的碳汇乘以2.39？哎，我这个是2.39，2.39就是我用 ISO 14851做一年的实验所得到的数据，我叫做启程镜的启博士的公式，所以呢，2×2.39是4.78，重点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工商毕业的同学的学生有办法去从事农业，因为我们农业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农业的碳汇是要解决工业的排碳。下一页。台湾的积极奇迹，导致我们最后一样倒数第三名，全台人数2300万，现在计算下来的话，全台的排碳量是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是平均的人均值啊是11.55吨，丰吨的2氧化碳。那如果用这个话，这个。我的酵素肥料去做的话，一公顷我上农耕使用 SP 的酵素3到5吨，就可以得到12吨的2氧化碳。那我的时候呢，送给那些企业家，他要排碳的，他没办法的，你只要跟农民呢，我辅导的农民呢去做什么，去买他的农产品，我就送给你12公顷。所以我的碳汇是用算的，不是你买的。下一页。好，那么我14年来这个储备了。那么我们呢，这个公务员呢，开始了就有规定，像倒数第三了，新建路要注意，明年起呢，2024年新建、增建、改建呢，
啊，得到了，你要射太阳能，好，你射太阳能板的，那我说你射太阳能板的话，哦，得到利益，那你如果能不能在太阳能板的下面的空间造碳？所以呢，我2018年的时候，我就设计出了绿电绿碳，一生我的货柜屋上面就是太阳能板，还有风力发电，旁边就是那些十三墙，里面的所有的废弃物，我把它变成肥料。啊，下一页。那这个呢是日本的一个报道，日本的报道呢，他说未来的10年呢，他也是要围绕太阳能板，然后呢，厨房里面的那些垃圾来回收。这两个呢，我都来，我都已经布局好了。下一页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呢，未来环保署呢，为了应应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些政策。好，那么这一点呢，我等一下，这一点呢，碳权交易所，我们8月7日才开始成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可以申请碳权了，我说可以申请碳权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交易所在8月7日才成立，明年才有办法真正的实施啊。那我现在还是不去申请，为什么呢？我要等你的办法出来，我再来看看你的办法，我来申请。下一页。那么，所以我这个气候变迁，我的优先。这个优先执法呢，我先要让他是环保署的批评算了是如何碳排查，然后额度减量，这个碳费的征收，你办法好的时候，我才来申请碳权。所以，那么这个呢，前景的近邻呢，势在必行，都是每个公司呢，尤其现在上个的2020年，你要完成你的 ESG 报告，那先来国家21、22。台湾只有94家的企业呢，与净零排放呢承诺呢，这个巴黎协定呢，升温不到1年的就94家，那我们前方有几万家的，所以我们的商机太大了，我们好几万家的这些企业呢，等着拿着这个碳中和补足的地方呢，我们必要农业单位去把它补足，啊，可以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金管会报7月4日的报告，他说一部汽车它一年的排放碳的是4600公斤。好，那么林务局说一棵树一年呢是12公斤的碳，所以呢你要种383棵的树才有办法抵押一部汽车的排量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个倒数第三条，他说会影响我们的山，因为占这个农地。当少数，那我右边呢，就是我的解放。你这个农业摊位呢，我的专案，土壤增加有机质，那就是碳费。那么我可以去申请碳权。好，那么这个一部汽车呢，一年是4600，我们呢就想办法让它有4780公斤的碳费，我送给你。好，下一页。就农地呢，它的农机呢，它的柴油呢，也有碳汇，也有碳权，排碳。那农民呢，用我们的酵素肥料，它在土壤下面呢，有这个碳汇，所以呢，可以抵消它自己的排碳。所以，这是2050年的我们的近邻转型。那其中有第8项、第9项、第10项，就是54年来研发的。成果可以解决的第8项资源分配性、自然碳汇、绿生、净零、绿色产业。那么这个是农业部门的减排的策略。2021年到2025年，我们政府给多少？900亿元。啊，900亿的这个它有组合一、组合二、组合三、组合四，这个四个呢都可以利用 SSP 的农业单位来辅导做专案。所以就900亿呢，我要邀请各位，大家一起来拿这个900亿的这个机会，因为这个900亿呢，不是完全给农业的本科系的教授学生去拿，我们用工专、还有工专，或者是我们工业界的来拿这个农业界的，那谁会？我帮你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配方给你了。那这个是身体碳权的补助，所以呢，第一个。你要申请专案，第二个呢，你要有方法型啊，这个方法型刚好就是我当时住 ISO 14855是25°C 90天、180天、360天的这个实验的数据。我是要感谢我们的台北科技大学王教授，当初我没有这个钱去申请，
所以去做这个实验，他毅然决然了，他的四十万让我去申请这个实验，因为这个实验一年要四十万，我非常感谢他。今天如果他没有拿这个钱给我来申请中了这个实验的话，我今天还没办法拿到这个数据，没办法拿数据的话，我又光荣受罪，有没有？好，下一页。那么我多年来，我辅导的农有机的农有茶山岭的许冠霖、我所水仙，那么我们的陈老板还有他女儿也在现场，有机会的话留下来，他可以，他有带他的这个我辅导的这个好的这个许冠霖、我所还有水仙的这个才艺来让大家品尝一下。还有我们现在正要推出这个 ST 的乌龙茶的茶包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已经辅导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产品呢，有 ST 的猫砂猫垫，还有 ST 的这个雕花艺术造型，这是后面呢，我们是赖旭明那边的展览场，那个他说，如果他的花卉没有用 ST 来失败的话，他后续的 ABG 的话会非常浪费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刚刚这个公斤的这个大家，我想大家来接应。那么我们的刘总有邀请各位加入他的一个赖的群组，如果各位需要这一包两公斤，我免费送给各位，但是可能这个运费就把二名自己付一下。哎呀，我要付个60块的话，如果你们要的话，你们就在赖群组里面写你的地址啊，还有电话。我免费收一包，你们回去拿去放在你们纸袋里面，看看有多少。我跟你说，我他那边就有4.78公斤的蛋壳。啊，下一页，这个就是我辅导的这个团队大会。这一天呢，就是在品牌时光的第4次230页的举办。那再重点的是，因为我在辅导这个陈老板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一样的这个肥料告诉，结果呢，他被台湾肥料骗了。这个呢，他那个拿到的这个肥料呢，除了有机质物的肥料，我说不是有机肥料，那是化学肥料。他把有机质呢放在前面，所以呢，他就不用了，不用。以上呢，我说做这个可能会超过15堂的报告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